哇！鲗鱼涌英皇道街市连锁烧味店，一只字，哇！帮手3200啊！大家睇睇部。嗱，望一望啦，呢个就是街市位啦。啱啱咧就系呢个天桥，行人天桥一落嚟就直入个街市。转过去嗰边嘅时候咧，就呢个太古坊啦，你知太古啦，地盘啦。咁嘅时候咧，成个旺角嘅时候，好多翻工嘅人士，唔知几多晚啦。咁同埋咧附近嘅居民嘅时候咧，都又系呢头好多大型嘅屋苑嘅时候咧，入嚟人头涌涌，系咁涌入嚟呢个街市位噶啦。嚟睇睇呢间铺先。好，入到嚟呢度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唐顺兴啦，门面够晒阔啦。都有嗰间地铺，连埋呢个嘅入职角嘅时候咧，成差唔多成1800尺嘅地方啊，门阔21尺，深大概32尺啦。租金80000蚊。咁啊，呢一度嘅时候咧，咁就总之靓仔租客啦。咁我哋盛会啦，买多我哋铺实三大保值，好租客，好租金，好租值啦。呢度呢个街市人头旺噶啦。咁啊，即系咧有兴趣嘅时候联络我哋同事们啦。咁啊，即系三大原因。一我哋盛会嘅铺更有信心啦。二嘅时候咧，就始终呢一度嘅位置，街市位民生地段嘅时候咧，咁啊，肺炎疫情又好，点样封关都好嘅时候咧，永远消费犀利咯。同埋住宅啊好啊，附近商业嘅人嘅时候咧，一路系咁涌入嚟呢度街市位去买餸噶啦。三嘅时候呢间铺头咧，铺型四正，即系靓靓仔仔，地铺连一个入职角，面又阔。掟出去买呢间铺嘅时候，3200蚊，联络我哋同事们啦。鲗鱼涌英皇道993-997号特利楼地下15号铺连阁楼，建筑面积约960平方尺，阁楼约820平方尺，铺阔约21尺，深约32尺。地铺附设来去水，三上100A 电及洗手间。铺位位处鲗鱼涌民生市集，距离鲗鱼涌港铁站只需4分钟步程。每日买餸时段都会人头涌涌，地铺门庭若市。物业比邻鲗鱼涌多个大型住宅，包括太古城、康怡花园、康山花园以及南丰新村等，同时亦位处英皇道核心商圈，附近甲级商厦林立，包括 One Island East 以及太古坊商厦群等。铺位地理位置优越，汇聚当区居民及上班一族消费力。发展前景方面，恒地及太古地产旗下的滨海街重建项目已获屋宇署批准兴建2栋28层高的商住分层大厦，而太古坊重建计划第二阶段包括康和大厦及和域大厦重建为太古坊2座，预计于年内入伙，届时将会进一步提升该区的工作人口，当区的商铺物业将必受惠。铺位市正宽敞，现租客为连锁烧味店，每月租金为80000蚊，紧约租期至2025年3月，其后三月租金为每月88000至92000蚊。物业原叫价3500万，现以3200万放售。盛会三大保证买铺计划，保租值、保租客、保租金，欢迎联络我们。